乡亲时代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志豪。我啊啦，什么代志？你讲多几届？人烟斗。许志豪烟斗哦。许志豪，人烟斗。干那你讲你啊，后边无人讲我烟斗啊，后边讲我哪个？许志豪嘛。哦。烟斗嘛。啊吼。无啥听的呢，烟斗嘛。哦。今仔日我真欢喜的吼，你敢知我为谁来？我为家人来呢，我想把我鼓励一下，我为家人。我坐上早一班的高铁来到这哦吼，看到咪我讲要变登去到红人榜，是安那专工来到这，因为我要向各位呢，拜托向各位来恳求，这位上届优质的，来自基层、了解基层的好议员，三号陈柏霖来给伊高票连任，好不好？即摆吼，一直甲邓票剩无两礼拜咧。实在讲哦，大家真正爱拼，好唔好？一个人啊，扣五十票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每一人来做陈柏霖的分身，这么好的议员，咱可以留二回替咱大家拍拼。咱一定爱发挥你最大影响力，尽量选票，唯一支持登记第三号的陈柏霖。好，那三十的代表，谢谢代表，江山人。代表谢谢哈，谢谢谢谢，啊，我非常的感谢啦，因为我的几乎啊吼，我拢对秀清姐叫啦，我几乎啊吼，五档的特别搞我邀请啦，伊讲志豪，今仔日吼，我不管你安那无闲，不管你要坐偌早的车，上早的时间你都安尼搞我拼到车吼，来，这个几乎啊，你下一个唱着好不好？谢谢几乎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多谢多谢哈，啊吼。安尼，我继续来唱一挂恁爱听的歌，好唔好？哦，我来试看卖啊。安尼啦，即有点歌贵宾来甲欢迎一下，好无？好好。这个什么人？我应该卖让你到看到。好好。湾桥，我来帮你看。湾桥国际，来湾桥国际的郭峰庭董事长。
谢谢啊，这个来不来？躲记者，民众日报的范文华，范记者，谢谢。还有我们这一位嘉义三信副总王基祥，还有林坤成，欢迎欢迎，好欢迎。我们特别感谢啊，我是三信哦，我是三信 A， 谢谢大家。我试看卖啊，你好，你真是阿伯吼。Yeah.
谢。咱今日翕相拢比几号啊？三号。翕相拢比三号哦，选三号就跳动啊，对不？三号就是 OK 对不对？好。我剩四分钟而已，我要跟你先报一下，先报一下，一号傲娇，一号傲娇，来一号傲娇哈，贾亮给咱刷一下。今麦咱来拼，想要一首歌曲。今麦这个拼，就是要拼咱十秒的你啦，股票你你为你打拼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哎，阿你来给我倒唱好不好？哦，富贵的所在啊吼，为你打拼打拼，好你来唱。好，我看到你的鼻啊，咱俩努力前，咱俩成功，你的路信心好不好？三立电视台超级红人榜。